我想大家都知道咧，其實今次馬鞍山咧，唔單止係莊宇同澤民嘅，我哋同時咧係有四家轉八卡嘅四家轉八卡嘅車嘅。咁但係所以咧喺月台闸门里面，我哋同时要考虑啊，喺其他呢啲更新改造嘅工程里面嘅配合，所以导致到我哋今次嘅挑战更加大。例如嗰啲更新改造嘅嗰啲配合有啲乜嘢？嗱，先咁讲咧，其实我哋咧，因为我哋有四卡转八卡咧，对于车辆咧同埋送货系统咧都有更新嘅，咁变咗我哋嘅闸门嘅安装咧都要配合翻佢哋嘅改造。而令到第二日可以提供给市民有一个安全合适的服务。